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 Stan. 从今年6月中旬开始到最近的三个多月，因为搬家、身体状况等原因，有很多次未能日更，甚至也有连续两天、三天都在潜水的情况。对此，想要先向大家道歉。由于频道突破了70万订阅，而且我现在的状况也快完全稳定下来了，所以想要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说明一下有关 Thank You 来了这个频道的未来方向。第一个，在2022年从台湾搬到加拿大之后，因为时差问题晚上很疲累，不知不觉就忘了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就没有在影片结束的时候做结尾了。但现在我回台湾了，没有时差问题，也没有借口了，所以是时候重新开始做结尾了。当然有注意到的人应该已经注意到，从8月开始我在结尾已经开始慢慢的回到以前的状态了。但是从10月起，我会像之前一样的准备喜欢的人很喜欢，不喜欢的人非常讨厌的结尾，所以有需要的人可以尽情留言，我会奉命行事的。第二，直播。没错，从10月开始想要每周都开一次直播，跟大家一起聊天互动。至于是星期几直播，目前还在考虑中，等确定之后我会提前在 YouTube 社群告诉大家的。应该这两天就打算先打开直播试一下麦克风什么的。第三，韩文教学影片。在达到70万订阅后，我自己思考了一下，从大家点击影片观看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每次都是我单方面的受到大家的支持和爱，那我呢，我能为大家做点什么呢？跳舞、耍宝，但这些都是本来就会做的事情，想要再有意义一点。然后就突然想到，我可以为了那些想学韩文但学费有点负担的人，或者是之前学过但想要重新开始的人，准备一下能够帮助他们的教学影片。其实也有厂商找过我合作韩文教学影片，但我自己心里有点犹豫，虽然我觉得自己教的确实很不错，我不要你，但说实话我并不是专业的老师，也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培训，所以只是为了奠定大家的韩文基础的话，在Thank You来了频道提供教学影片就好了。毕竟我接业配是赚厂商的钱，但如果我拍教学影片，感觉是在赚大家的钱。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人可能对韩文没那么感兴趣，但只是为了支持我就花钱报名，这就算了。所以目前计划从10月份开始会准备从零开始学习的韩文教学影片，而在长影片上传之前，也会持续用短影片上传对大家有帮助的韩文教学短影片，请大家多多期待。第四，新频道。目前 Thank You 来了频道主要聚焦于 K-pop 和韩国时事，随便吧 Thank You 则是偏向 Vlog 美食类的生活频道，但未来我打算推出一些全新的节目。本来有考虑过要不要直接在已有的两个频道里开一个新的系列，但最后觉得还是专门开一个新的频道比较好。不过因为这跟我要准备的新工作有点关联，所以可能会有变化，现在只是不要脸的厚着脸皮先求个大家的支持。最后想要对粉丝们、路人们、黑粉们说声谢谢，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，这个频道才能达成了70万订阅。其实我心里很清楚，我在拍摄方面并没有什么天赋，与其他创作者相比，影片的品质也不是很好，但即便如此，就好像上班打卡一样，每天定时来看我一眼的大家，看到恶评还会留言反击的大家，真的非常感谢，超感动的。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和照顾，这真是不可能达成的数字，所以不是客套话，我真的是打从心底的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会继续努力，也会为了回报大家的支持与爱护，准备更多有趣且无害的内容，让喜欢 Thank You 的粉丝们、路人们不会因为喜欢我而感到丢脸。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。